Ia na lua.我们的学员已经有500多位了，哇哦，真的是我们海硕教堂经营我们部落大学，真的已经非常有成果了。进行103年学期成果展，这是我们今年度的第一学期成果展。首先，我要跟恭喜我们在座所有的学员，所有学员，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学期的学习，那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当然，我们要对所有的老师，我们知道部落大学的展现至少120000的付出，因为你辛苦的教学付出，让我们的学员在今天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面貌来展现我们的学习成果。我们学员啊，我们现在除了很多的原住民跟南非原住民之外呢，我们也有像俄国的、澳洲的、另外一个中国的满族，这是我们知道的，应该还有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在国际的学者地方能够开发啊。那今年是教育的国家，快一点的教师，你你我我，要不然就是指指点点，原住民交流就是如此。没有改变，不会改变。哦，纳鲁湾，纳鲁湾，咿呀纳鲁湾，黑白黑白黑，没有分别的种族。身在台东县，我是身在屏东县，不管是屏东的鲁凯族，还是部落阿美亚美，百万族还有那三峡族，查族边那咿呀那鲁啊。绝对会告诉学员们，不可以偷，用拿的就好。同学们，滑鼠不是飞鼠，飞鼠可以用打猎，滑鼠就不可以偷拿衣。不会打衣。你那只拿的蚂蚁都一样。Yeah.
好了。